可是你不是很爱他的吗？不知道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还是因为绑架的事情？可能是导火索吧。真的对不起，因为我们的事儿把你们给搅和了。你们呢？好吗？说实话，不好。其实，我觉得陆迷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相信我们了。他跟我一样，都是因为太爱对方了，才使对方窒息的。他要是也能像你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他追求的爱情是病态的。我也是病态的，我们病到自己把自己的爱情给粉碎了，你们也是。来吧，既然出来了，喝一杯。我回来了。你觉得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你说话呀！你觉得你这么一走了之，能解决我们俩之间发生的问题吗？你不就想离婚吗？离呀！那是我一时冲动说的气话。一时冲动说的话，一般都是心里话。我承认我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是我们俩能不能理性一点的面对我们之间发生的问题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把衣服给剪了？那有用吗？怎么了？我愿意剪，那大衣是我买的。再说了，以后你可以穿别人送给你的大衣啊。你别一口一个别人的，谁是别人？别人是谁啊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你再这么满脑子胡思乱想下去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偏执。别生气了，走吧。干嘛去啊？过两天中秋节了，我刚才买了盒月饼，去看你爸你妈。我不想去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家人，我没办法面对他们，行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说你后悔嫁错人了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。你还不如这么说呢，陆迷。感情事情是心甘情愿的，没有谁欠谁的。如果早知道我们俩之间会变得这么沉重的话，当初咱们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冲动？这话你说的是吗？你就这么对我是吗？我当时怎么从家里出来的你知道，你先让我回去，我回得去吗？我，你轰我呢是不是啊？陆迷，我只是说去探望一下你父母，我没说把你赶回家去。不要这么胡搅蛮缠行不行？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的话，你就是把全家的衣服全给我剪成拖把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你说的啊。
子冲啊！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进屋啊！好，来。爸妈，子冲来了。爸，哎，妈，哎，快过中秋了，给您带盒月饼来。广式的，听说味道还不错呢。谢谢了。陆米怎么没回来？哦，他今天跟人拍照片去了，过不来了。你们俩也是，总也凑不到一块儿。妈，他们都挺忙的，来喝水。忙就不用回来了。子冲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自从陆征死了以后，我们家也不过什么中秋节了，你忙你们的吧。我说，你能不能不提那些陈年旧事？走了，再给我拿两瓶啤酒。你还喝呀？都喝醉了。让你拿你就拿吧。喝喝喝喝喝了，别喝。哎，这边北京火车往哪儿开呀？北京火车往天津开。跟着火车往哪儿开呀？跟着火车往东开。真的要走啊？那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妈和你嫂子不是原谅你了吗？要不然你先回家住一段时间，等冷静你们再说，啊？还是算了吧。小磊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为了和子冲在一起，几乎背叛了我的家人。可是现在我妈和我嫂子，他们都用最大的包容心来包容我。你回去跟他们说什么？是我跟子冲结束了，这一切都没有余地再挽回了，说不出来。就是因为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才不能这么分开。你就这样一走了之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如果都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觉得你更应该留住他的心。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见面就是吵架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分开对我们比较好。陆明，就当给你自己一次机会。我总觉得你们俩和别人不一样。子冲同志，公司下午就放假了，我是无人团聚啊，你在这干耗着干什么呀？就当我加个班行不行？有自知之明，你是该加个班了。你的软件程序完成的太慢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就趁着我因为孤独而软弱，有什么问题？说出来，我帮帮你。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封神榜，你还有心思帮我？说什么呢？像我这样的电脑高手，一切问题不在话下。你看着没有？你这个是典型的武侠加魔幻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缺少一种挑战极限。我这里边已经有了万人争霸的激情跟壮烈，都快赶上无极了，还怎么挑战极限啊？胡子冲，你怎么这么肉啊？我说的是情感方面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女花男树啊，
缠绵悱恻呀。对呀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在黑暗中轮回一万年呢？在黑暗中轮回一万年，刘刘，我觉得你还真是个恋爱高手。哼，晚上请我吃大餐啊。嗯嗯嗯。随便出去走了走啊，给你留饭了，在锅里。哎，哎，他们俩真的没回来啊？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在躲着他们呢？怕看见他们心里难受啊？啊，没有。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怎么过节都不一起回来？他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吃饭去吧。小心点儿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刚才不小心手一滑，伤着手没有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那就赶紧吃饭吧。想爸爸。静蕾，妈，爸。
哎，我不是说不让你来吗？你不让我来就我就不来了。我们孤男寡女在一块过中秋节不是挺好的吗？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没吃饭？吃了呀，在家跟我爸妈吃的，闷死我。你吃了吗？我也吃，本来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的，全给你搅和了。你可别这么说啊，还有谁像我对你那么执着的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瞧你说的。哎，我请你来了吗？啊，哎，你早点休息吧啊，我去加班了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喂，你找谁？喂，你是谁呀？说话呀。喂，谁呀？没有人说话。以后不要随便接我电话。是找你的吗？知道了。喂，您好，我是白驹。啊，爸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你可以把他这个动作的帧数再稍微加大一些。好。还不够丰满，尤其是胸部。哎，这是动漫人物，又不是三级片的女主角，没这个必要吧？你看，至少肤色还是要鲜嫩一些的。真的。担心刚才那个画面恐怕难以生成。这不是问题，你再来一遍。哎，确实是。吃啊！哎，好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朱元峰啊。我是陆明。你好，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搅你了？你们全家是不是正在欢乐的过中秋呢？啊，我陪我爸过节呢。我跟孙继柔离婚了。因为他们都是唐宁书屋买的，我嫌他们脏。你真是有毛病了吧你？难道我们一吵架，我也要把你的相机泡在水里去吗？这么晚回家，嘴里还哼着歌，哪玩的这么开心呢？我在公司加班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我傻呀？谁信呢？那你说我去哪儿了？你天天都这么骗我，你心里踏实吗你？
我告诉你，我确实在公司加班，而且有人可以为我作证，但是我不想跟你说。受够！你要受够了，就别待在这儿，回你的唐宁书屋去呗。陆明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但要去唐宁书屋，我还天天去。让你老摔着了。哎呀，不赖你，我这车呀太破了，脚蹬子也不行了。咱一定得去医院看看，哎呀，照个片子，别给您耽误了。麻烦你了。哎，您别这么说。哎，谁呀？进来。大叔。怎么又来了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甭来，没事儿啊，我挺好的啊，我行啊，回去回去啊。嗯，您家就您一人，再说您现在腿又不方便，还是让我每天来给你做15钟点工吧啊。嗨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用不着啊，你起回去吧，我这儿有街坊跟邻居呢。伤筋动骨要100天呢，您也不能总麻烦人家啊。再说，是因为我闯的祸，让您老遭了这么大的罪。大叔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等您伤好了，我马上就走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坏人，你要是坏人的话，撞了我，你早跑了。那行，那您玩您的鱼，我给您做饭去了啊。哎，别，你这么谢谢你了啊。客气。15的月亮16圆，
今儿晚上我能在你这儿赏月吗？对不起，恐怕不行，今天我有事儿。中秋节过得好吗？还好，你呢？你过得好吗？不好。我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，又怕影响了你。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是你女朋友接的。找我过来有事儿吗？你先坐下。想点点什么喝的呀？扎啤。你怎么就不能像个女孩点个橙汁儿什么的？那就喝橙汁儿呗。哎，谁说喝扎啤就不是女孩子了？好吧好吧，随你便。哎，小姐，您喝点什么？给我一杯扎啤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你这么晚把我叫过来，有什么事情要给我宣布吗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一菲，嗯，你觉得咱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啊。那当然是朋友关系了。那是男女朋友呢，还是普通朋友？当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了。不对吧，咱们可是普通朋友。白俊，你有病吧你，半夜三更把我叫出来就跟我掰扯这种无聊的问题。我知道你把我当成普通朋友，但是我把你当成我男朋友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李飞，你先别生气啊，我还真得把话说清楚了，咱们俩就是哥们儿，那要处成男女朋友吧，那台湾人投资我宁可不要。不要就不要，吓唬谁呀你？白俊，我当初找投资的时候有跟你说过什么附加条件吗？你不要以为我喜欢你，你就有伤害别人的权利。那好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连普通朋友的关系都不是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一菲，一菲，您怎么就不听劝啊？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您就这么固执。您说您摔成这样了，我正外地出差呢，哪还有心思跟人谈工作啊？这赶紧得往回跑。你住我那儿去，有人照顾着您多好啊。您得听听我们公司那人都怎么议论我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呢？啊，我愿意我摔成这样啊？这到了岁数啊，人就得退休，人老是客观规律，对吧？接到老张的退休了，您这一小小的邮差，真是你呀、啊，就是想气死我呀！我不就是帮人家送送信、送送报吗？你说你扯这么远干嘛呀？你行吧，您也别生气。那您能不能为我想想啊？您老这么让我操着心，我还怎么工作啊？您听听我那公司员工都怎么说我啊，说他们老板自个儿挣了钱光顾着自个儿享受，这他老爸还得风里雨里的挣生活费，还摔成这样，您让我背这么一臭名声，您说值吗？您我不管，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啊，反正我不是你们这个员工，我干什么我还先向你请示啊。是的，我不就是他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小磊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是我儿子祝延峰，啊，这是小磊，他是，是临时来帮忙的钟点工。大叔，这是上次您说那茶叶，我给您带来了。你瞧瞧这麻烦劲儿，啊啊！那你们聊着，我去做饭了。哎，好好，啊，嘿嘿，这好，爸。嗯，这人行吗？行啊，挺好的，也懂事儿。哎，做的饭呢，我还吃上口了。
哪找这么一钟点工，干得了活吗？嗨，不是我找的，是我那车呀闸不灵啊，把差一点把人家撞了。哎，你瞧人家还把我送医院，还、啊、老来个照顾我。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我觉得你挺面熟呢。这句开场白已经过时了，放个流行的吧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你在哪儿上班？保险公司。有底薪吗？有啊，但是不多。保险这活不好干，保单难拉不说，还容易被人误解。有什么就直说吧。你把那工作辞了算了，专门来照顾我爸。不光是衣食住行，也陪他聊聊天。你就当是我公司的员工，每个月我给你开3000块钱。你是不是特有钱啊？就跟那些有钱人一样，有事没事到香港购个物，然后飞法国买个时装，再跑到日本泡个温泉，泡饿了再到泰国吃顿咖喱蟹。我没有得罪你。哎，小李。哎，来了。我不是为了钱才来照顾你爸爸的，是因为我的错才让大叔摔成这样。第一次见面就对别人指手画脚的，挺不尊重人的。喂，喂，嫂子。是我，啊，小明啊，你现在忙吗？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啊，那你过来吧。啊，我不去家里。哦，那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小新店呢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就过去啊。嗯，那好，等你啊。哎，拜拜。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承认我有错，可就算是我有错，他也不应该背叛我呀。我不相信子成会爱上别人，他不是这种人。我一开始也觉得他不是那种人。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离婚，只有我们不会。可是现在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子冲已经变了。哎，对了，朱安峰的老婆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子冲现在最想摆脱的就是我。这会不会巧合呀？不可能。你说朱安峰有那么有钱，当时孙志友死乞白赖想嫁给他，现在什么都不要了要和他离婚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反正现在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你也知道我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。哥哥走了，父母之间跟我有了那么大的隔阂，就连你和培培也不好过。我一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特别不平衡。其实我知道，可能我想抓住的不是子冲，是我为他付出的这一切。那要不我找他谈谈？不用了，没用。再说我也不想给家里添乱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千万别跟妈说啊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我才不相信公司会忙成这样，好几个星期天都不休息。妈，现在给资本家打工哪还有什么星期天呀？上次我去小迷那儿，看到子冲忙得跟没头苍蝇似的。所以说你呀，把那么好的幼儿园工作给辞了。你咋那么多说的呀？
姑姑姑姑，这个礼拜带我去海洋馆玩吧。得了吧，那儿的门票多贵呀。那这个礼拜的周记写什么？哎，写有才呀，这不都是动物吗？有才我都写过两次了，别的同学还写出国游呢，就是我都不知道写什么了。行行行，宝贝儿，等会儿带你去啊。哎，爸妈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嗯，我们不去。现在甭管什么东西，看一看就要那么多钱。我听说故宫的门票已经涨价了，谁看得起呀？这门票够我们以前花一个月的。不去，不就是鱼吗？谁没看见鱼啊？烫死了，烫死了！慢点，慢点喝，待会儿注意安全啊！那我去玩了。嗯，慢点啊。要不你先回家住一段时间，省得天天碰面心里不痛快。你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。我看还算了吧，说家人为我这点事儿操了多少心呢。妈那人你也知道，一辈子争强好胜，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。这事儿让他知道了还不一定怎么闹呢。那你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过段时间我可能就去外地出差了。哟，去哪儿啊？去好多地儿呢，主要就是拍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。哎呀，那肯定特别艰苦吧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报名参加了专业培训班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锻炼身体。就是我走了以后，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了。那倒没事儿，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，主要是你自己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子冲知道吗？知道。这样也好，你们俩先冷静一段时间，回头再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一些。哎呀，好沉啊，累吗？啊，还行。哎，薛姨姐，你下次多进点摇滚盖，那个卖的挺好的。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进货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店的生意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次进货呢？我要结婚了。啊？你要结婚了？你哪有男朋友啊？没有男朋友就不能结婚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商人，还算有钱吧，48岁了，离过一次婚，有一个孩子在新加坡。其实商人也有商人的好，就是一切问题都可以数字化。他跟我说，先在城里给我买一套房子，把我的父母接出来，然后再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，让我跟着他跑，给他当助理。那你答应他了？小雪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好像我一直在等待某个男人跟我说这样的话。当然不能马上答应他了，这是计谋，是策略。诗玉姐，你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指的是一见钟情。傻丫头，你以为爱情是坚持不懈、永不放弃就可以得到的吗？可是他给了我一切我想拥有但是之前没有得到的东西。这还不够吗？那我们这店怎么办呀？这店啊，交给你了。真的？真的，相信你会打理得很好。我先出去一趟。欢迎光临，还是你呀？彭诗雨来了吗？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到里边等他一会儿好吗？好，拿好，再给我。
姐回来了啊，有人找你，是在路上呢。多少钱？180。我刚从孟买进的货是一套情侣装，还有一件男装，你不要吗？不用了。什么呢？不为什么，一件就够了。这样，轩轩，去把那件男装也拿来。嗯。买一送一，那件算我送你了。真的不用了，那件衣服已经不会有人穿了。哎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达巴瓦拉是一种神秘的爱情咒语，是爱到永远的意思。据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拿着吧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啊。没关系。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